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还有杂食啊，私家住宿，比较著名的就是三国时代的一部书叫做《魏略》，《魏略》记载了很多西亚啊东地中海地区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提到了释迦牟尼所诞生的国家等等。魏略提到从交支，就是今天的越南北方啊，可以乘船巡海而南啊，沿着南海，那么最后是能够到大秦的，是可以到罗马的，这魏略中间的记载。那么魏略呢还提到倒过来的航行，就是从罗马，从大秦罗马帝国到中国，除了到交支通过南海到我们东亚大陆以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它有水道能够通永昌，能够通益州，那可以通到四川。我们想想水道怎么能通四川呢？它基本上讲的就是到达印度以后，它不绕过马来半岛，它在缅甸上岸，然后通过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上溯到达云南，从云南到四川，它讲的是这样的一条路。那么这都是古代的这个有关航海的非常重要的资料。那么这些重要的资料呢，我们还可以提到的，比方说那个时候张华写过一部书叫做博物志，还有一个作者叫姬涵，他写过叫南方草木状啊，记载海外来的各种各样的药，记载各种各样的这个海外传来的这个植物啊。这个万镇，我们讲的前面讲写船的那个东吴的那个丹阳的太守万镇，他写过南州异物志。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著名的学者郦道元，他写过这个水经注。那么水经注记载了印度的印度河，记载了恒河，这都是中国人对印度地理的非常清晰的记载。那么接着我们上一讲，在这个航海的这个科技中间，除了使帆用帆，除了这个海外地理知识以外，我们讲的就是导航术。天文导航术比较起步的阶段就是认星星，但是我们马上就要有个问题了，星星只能告诉我们方向，不能告诉我们具体我们在海中间什么位置。比方说我知道我向北，我到了北的什么程度了，今天我们讲就是纬度，你知道你北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因此这个天文导航术进一步向前发展，就需要确定这个船在海中间的位置，它不但要知道方向，还要知道这个时候我大概在什么地方了，我应该朝哪个方向偏转了，要变，要转舵，要动，要动帆了，是吧？那么这个呢是天文导航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就是测星高。星高呢最重要的就是北极星。我们知道这个北极星因为它指的北方，是吧？它在北方。那么当我们走到赤道，由于地球曲率的影响，地球是圆的，这个我们北极星近就看不到，我们到了南半球要找南十字星。我们越往北这个北极星的高度越高，如果我到了北极，这个北极星几乎就站在我们头顶上，就正对着顶上了。那么因此呢古人已经发现了，就越往南北极星离的叫做初地高度，北极星离地平面的高度就越低，越往北北极星离地面的高度就越高，到了北极点它就在头顶无限高，是不是？那么这个呢就古人发现了这个规律，那么就要进行我们叫做天文大地测量。
么古时候我们中国测出来的这个测量高度的这个差有多少呢？是每走351里80步，在唐代啊，相当于今天130公里左右，122公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北极星的高度相差1度，相差1度。那么这样呢，你就可以在海上、海面上，你通过晚上看北极星的高度，你就可以大体知道了你的纬度。所以这是这个知道了纬度，你就等于知道你去的海外的某一个国家在地理上的比较准确的位置。原来我们只知道顺着南海出去，然后到了南海以后再向西转啊，往马六甲海峡过去。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大概知道了某一个国家的准确的方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当我们看到在远远的一个船舶啊，看到地面上一个山，山上有个寺院，因为要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船离这个岸有多远啊，就是要测船和岸之间的距离。那么我们由于数学的发展，那么古人呢，他已经知道啊，在古代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海岛算经》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今天我们在船上有望海岛，立量表，旗高3丈，船头船尾各列两个测量杆，各列两个杆子，每个杆子都是3丈，前后相去1000步啊。那么令后表与前表相参直，从前表行后表123步，也就是船头到船尾123步，入目着地取望海岛，岛高122步，而岛屿第一表的距离为30750步。他讲的就是这个算法，就是古人在天文导航中间，由于数学的发展，由于天文地理学的发展，那么古人可以知道我这条船在海上的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就是天文导航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对古代航行保证这个船，我们说古代有了船期啊，能够在大体相当的时间里，10天到15天之间能够到，能够使我在碰到风浪的情况下知道我怎么求生，我离什么地方有多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讲的中国古代的航海在汉唐之间这个时代是获得了一个非常飞跃的发展，那么这个和航海科学技术是非常有关的。那么下面呢，我们会讲航海科学技术导航术中间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寻找方向，如果碰到阴天怎么办啊？这个我们下面再讲。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在这个汉唐之间，我们中国的航海科技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海上航行的安全度啊。那么航海科技发展，我这个最后想提一下的呢，就是这个导航术中间的这个这个指南罗盘指南导航法。这个天文导航有很大的优点啊，就是说看的星星，而恒星是在天空啊，通常认为是固定不动的。但是碰到阴天怎么办呢？那么就我们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就是指南针。这个指南针在中国最初发明并没有用在航海上。
我们这个是用在建筑啊，找风水。这个古人也知道，这个指南针它所指的方向并不是完全的正北方，也就是和北极星所指的方向之间是有误差的。那么在北宋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银元总录，银就是分布的意思。这个银元总录讲啊，说这个北极星啊，这个和磁针所指的方向大概有一个 7.5 度的一个偏差。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啊，做地理学的人都知道一个磁偏角，也就是地磁上的北极，地球是个大磁体啊，它的北极和地理上的北极啊不是完全重合的。那么这呢是这个磁罗盘导航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更加精确。那么磁针这个铁啊是很重的，那么怎么样能够使磁针能够指示方向呢？这个古代的北宋的时候有一本书啊，是一个有名的学者叫沈括，他写的叫《梦溪笔单》，他讲了四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磁铁磨的针啊，把它插在一根灯芯草上，灯芯草很轻，往水里一放，灯芯草就飘在水里了。我把磁针插到里面，穿到里面去，两头露出来了，中间等于是。这是一个灯芯草，磁针从中间穿过去，往水上一放，那么这个时候灯芯草仍然能够浮在水上。这时候由于没有人再抓住这个磁针了，那么当这个稳定下来以后，这个磁针它要受磁力的影响会摆动，那么它会稳定下来，那个方向就是南北的方向。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向呢，是把这个磁铁或者磁针的重心的位置用一根绳子把它吊住，这就把它悬在一个固定的桌子和床上，让它慢慢稳定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由于磁力的作用，它是一南一北，这是第二个方法。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把这个磁针啊，这个重心的位置，因为你经常的挂经常的吊，你知道位置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没有什么，你拿一个碗，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碗的边上，那等于是一个一个支点。这是一个碗，把磁针放，那么磁在碗的边上，因为它重心摆稳了，它不会在两头掉下来了，它就会慢慢地摆动以后，最后摆定下来的那个位置，就是一南一北。那么最后一个，如果你碗也没有怎么办呢？找一个平滑、弯曲的表面，什么表面呢？人的指甲。你把那个磁这个重心的位置放在指甲上，你不要动，那么磁针呢在这个光滑的指甲这个曲面，这样你这个针在这个上面摆动一下以后，它都能够指的南北的方向。这我们讲的都是这个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那么最早提到的另外我下面再讲别的。那么另外还有人讲五经总要记载的军队的五经总要说还有一个办法，把薄的铁片打成一个鱼的形状，让它能够飘在水上，然后把这个铁片呢磁化以后呢，那么它就有磁性了，然后把它放在水上，它也会指南北。那么所有这些呢都没有明确的讲到
用于航海。那么准确的讲到用于航海是宋代，11世纪北宋的时候，在宣和奉使高丽途经和另外一部书平州可谈那么讲的呢，宣和奉使高丽途经和平州可谈都是北宋的时候的，那么都讲到在海上航行，天晴的时候，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月亮，来决定航向；而天阴的时候，就要看指南浮针。什么叫指南针？叫浮在水上。那我们讲的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罗盘。我们中国古代罗盘也是用来看目、看方向的，刻成12个位置，12个位置。那么然后呢，它的罗盘的正中心挖一个坑，用比较致密的木头把水放进去，然后把这个磁针穿上灯芯草放在里面浮的。那么这样呢，你的磁针指在北面，罗盘是本身就可以旋转的。那么这样呢，不但知道正南正北，而且可以知道所偏的有多少度， 你都可以知道那么这是我们题目是汉唐航海，举出来的文献是宋代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磁针从发现用在罗盘上用来航海，它不可能是一发现它就立刻记载在文献上的你文献记载上是你已经看到的事情，离它发现的那个时候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那么所以呢，我们把磁罗盘的航海我们把它认为是在汉唐时代，它并不是在北宋时代出现的在北宋时代已经很成熟了，所有的航海的人都知道用了，这是第一。第二，在南宋时代，欧洲人的文献最早的是一个英国人在1190年南宋人的，他已经提到了用罗盘航海。那么这个作家是谁呢？是英国人亚历山大尼科姆，他已经提到了由于这个磁罗盘航海术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那么所以这个南宋的时候连英国人都已经知道了，那么实际上他这个过程就更早了英国人住在大西洋的边上，中国人在太平洋边上，他这个传递像今天有英德网，古人不可能的，他必须一站一站，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接受传递过去，那么一定经过了阿拉伯人。但是呢，很可惜阿拉伯人的记载反而晚于欧洲人那么阿拉伯有一个矿物学家叫做贝拉克卡巴拉吉贝拉凯卡巴拉基，那么这个人呢，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商人辨识宝贝手剑这样一本书。那么这本书讲的他在船上航行的时候曾经看到有水手把一个指南针放在一个木片上，把木片浮在水里，这和我们讲的沈括所讲的把指南针用一个灯芯穿在灯芯草里基本上是一样的水浮法。那么阿拉伯人肯定应用航海指南针要早于英国人，因为从中国接触去的，那么这一点可以反证英国人用的晚记载的反而早，那说明现在的文献中间并没有体现出阿拉伯人真正开始使用的时代。那么我们倒过来推，在中国就应该更早，虽然在北宋的时候见于文献，但是到最初开始使用一定远远的早于北宋时代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汉唐的航海中间，尽管文献中间没有提到，我们是用倒推的方法。所以由于中国这个非常重要的发明磁罗盘对航海实在是太重要，因为一条船特别是哥伦布航海只有3条船走这么远的海洋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方位，不知道自己在海上的位置，
那是一种很恐怖的感觉，啊，随时船就会木头的船就会翻掉，所以磁罗盘的发明对航海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英国有个研究中国科技史著名的学者，叫做李月瑟 ，Needham， 约瑟夫啊，约瑟夫尼达姆，约瑟夫尼达姆，他的汉文叫李月瑟，是英国剑桥大学李月瑟研究所的所长。